一二三 ，Science Japan， 有空。今天我要来做一个计划。我们 Science Japan 里面已经拍了很多默契的计划嘛，所以我这次来加一个要素，就是这个。我这次选七样的东西，他们戴着眼镜，然后吃这些，然后他们没有答对的话一直吃，可是有答对的话可以结束这样的计划。今天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今天为了你们想拍一个计划，你们已经当朋友很久了嘛，嗯，所以今天来这样，一瞬间移动，瞬间移动了，又可厉害。不是，因为刚刚那边的话，你们两个都在我的前面跟后面，很难讲。所以这次要测验你们的默契。哦 ，OK。我这次准备的是这个。你们不能看东西，只有用口味而已去猜那个是什么食物。啊，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难哦。这样。刚刚那些是猪脚吧？苍蝇。我没有那么的猪，一定是猪脚。来。所以谁呀？谁呀？现在就是他。你尝尝这样的，对不对，大家？没有那么猪。有。我本就更有默契。耶。可是这次不是我跟你讲默契，是你们的默契。好的，所以请去那边。好。好，那现在你们盖着眼睛，我去拿东西。这个不是见面的时候用的东西，不是做试试的事情的时候就用的。试试的时候用。去。啪啪。西北天的。哎呀。那我现在去拿东西。嗨。好，是讲讲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嗯，忘了。我觉得这个很简单。简单的话有点没有自信。对，这个答对几个的话，请三个，三个就三个，三个三个，好了吗？好。三二一，スナギモン。答案是，这个鸡心。喂。OK。我答对一个啦！耶！还有两个就结束耶！不是，你们两个一起答的默契，对默契，不是你一个人答对就好。对啊，考虑我的心情好。对，现在这样的话，笨笨笨，三个妹妹啊！我们一起都有烦恼啊！我知道，这样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我的心情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姑娘的问题不一样吧？啊，不是吗？要做的是你啊！来，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下次的话一定要答对，相信我。好，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真的对不起，俊ちゃん。现在去准备这个，应该完全没有口味，然后给他们碎碎的样子的，这样的话一定不会知道。好，第二张来了。那你们先谁要吃呢？那个笨蛋。好，那个笨蛋，那大一点。什么？哎呀，什么？我不想吃，为什么？再也小鸡毛一把，压的，快，很简单吧？嗯，这次是三眼先知道的样子哦。OK， 三二一，豆腐，我是，简单。好，那准备下一个。好，那个你们要说答对要吃。这个计划还没结束，不然他们答对，那我准备这个。这个的话，应该他们都不常吃吧？我没有看过他们在吃这个。好，哎，第三餐来了。耶，一级的就行了。大一点哦。大一点哦。好。苦手。なんだこれ。分かった。クイ。オッケー。分かった。好。三、二、一。ボルイ。やばい。やった。あ、俺これやったね。你刚刚有听到他说什么？キウイ。哦。これやった。開けたくない。那，请打开。好。三、二、一。やってもらえ。おい。好。加爱台湾的日本人，有这样的日本人，太讨厌了！我爱台湾，我就已经就两点了，我爱台湾。但是台湾的人好笑，这个是丢丢的，没有看过这个日本的丢丢。哎呀，这个不是默契的问题，对台湾爱的问题，就这样。第一次的话没有看过这个意思，我看这个意思的话一定知道，但是你没有。
猜想一下，空的这个 round 定的大概一样，还有那个 Q 里面有这样的小小鸽子的种子，所以这个是差不多 Q 里。啊，对，笨蛋，他从今天开始叫笨蛋先生，笨蛋先生。マジで悔しい。マジで悔しい。其实现在剩下的还蛮简单的。那下一个的话，用这个吧。给他们一个分数，然后觉得哦，再一分就可以结束这样的幸福。可是，明天要准备一些比较难的东西。好，准备好了第四餐，传统的日本的料理，所以应该会答对，因为你们是日本人嘛。那答错的就讲先吃。我好，好，嗨。诶，嗯。OK， 那答案吧，三二一。じゃあ2問だツナ。なんて、なんて、じゃあ2問だツナ。好、那、打開眼睛。三問。ほら、おい、食べられるの。ほら、这个叫日本人。じゃあ、台湾的叫日本人。めっちゃ多いじゃない。日本的三問不一样耶。一样。只有考而已哟。耶！言い訳の余地があります。那、我去准备下一个。やばいよ、終わんないよこれ。这个这次是给他们加分的，真的。那这个蒜快要扔掉，所以直接给他们吃吧。不要那么难过啦，我准备下一个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当然是你自己好，就给你，还好，好。这个也是日本的很有名的料理嘛，然后一定你们有吃。分かった。本当に分かった。やば。俺分かんないわ。マジで分かんない。やば。好。三、二、一。ヤンダロウナマネギ。おー、原来原来。那请打开眼睛。好。牛舌牛蛋。あー。そっち。不是、这个猪脚已经变成洋葱。你不是洋葱。对呀。葱吧。葱。葱太多，还有你切那个。对。对，太小啊，一定不知道啊。那你们为什么刚刚那个豆腐的时候，这样子说成就？嗯？嗯？大爷，一起打他，要打他。天啊！他们真的太逊了。哎，那一直做这样太麻烦了，直接给他们这个吧，很简单。好，那就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俊仔一定要知道的，你不是很爱喝酒啊？我喝的。OK， 好，那三、二、一，马卡德尼亚纳兹，请张开眼睛。马卡德尼亚纳兹，哦，是，哇，太难了。还有去酒吧的时候有一些店会给我们这个。对啊。旁边有美女，然后一起吃这个马卡的面蛋，然后一起喝酒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太简单，太简单，直接给他这个。哦，好，下一个真的很简单。哎哎，这个猜不到的话，嗯，就真的不要再想我爱台湾了。好，那真长啊。なんていうのこれ。あ、可以吗？あ、OK OK、可以可以だ。好、那、三、二、一。步骤。请张开眼睛。好。八宝粥。哎，刚刚刚。绿豆。哦，成分里面有。然后，没有红豆。有。有。有。我很贴心，所以给你们加分，加一分。よし、よし、よし。还有这些，
在同一间买的，可是他们刚刚都完全猜不到，所以应该选这些人，他们不会猜到吧？所以寄给他们这个鸡屁股，该鸡屁股的话名字比较难猜出来吧，所以给他们这个吧。哎呦，好脏嘞！哇，比较大，又来了。来了。有呀，我搞了，嗨嗨，可以吗？对，希望你们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了。没有。三、二、一，啊，鸡啊鸡皮！哦，你们说鸡皮哦，你们都一样答案。摸鸡的部分 ，OK。那请张开眼睛。鸡屁股，啊，そっちだ。啊，そっちだ。啊，そうだよね。そう、骨があったもん。そうだよね。ね、ね、这个好吃。嗯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的话挺有趣。那下一个，嗯，不错。不会很难吧？在哪里都有卖。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那三。二一，天目罗哟，真的，终于，笨蛋，花之丸，天目罗看到困难，全然違うやん。花之丸跟甜不辣完全不一样，哦，やばいじゃん。花之丸跟甜不辣你可以搞一样的东西啊，那准备吧。好，这次给他们大口大口一点的，然后我好好有放这个 macadamia nuts 的部分。因为没有给他们的话，他们说：“哎呦，我没有吃到，我不知道啊。”这样，最后一次啊，这个赶快吃哦。好，好，张开嘴巴。好啊，然后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是冰淇淋啊，所以如果没有口味就好，口味就好，口味哦。哎，所以还要听到这口味吗？刚刚有吃，什么什么口味吧？那可以吗？好，三、二、一。马克的面呢？请张开眼睛。答对了。马克的面呢？对，对呢。你们为什么那么微妙？终于结束了。这火太尖了。因为你说我们刚刚吃过，一定是马克的面呢，因为里面有辣子。你后面不会说麻辣，或是就是那个？嗯，不会不会。不要小看我们，我们之前很会猜，要难一点好不好？算了。你们自己结尾，拜拜，晚安。又哥进去了，进了。又哥，你也想吃哈根达斯吗？不要。我。好，结束啦。你们怎么样？你们的自己的默契。这个不是默契，这个计划不是默契，卡哇伊。算了算了，那不用上传了。那么严重。那么严重？有又更不好意思，这个一边你可以接，交给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痛！好，今天的一边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。又更看起来很难过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默契考验的话，请留言一下。没有觉得的话不用留言，抢先划破天际，带领我